公投连署被说大量抄写，蓝委抗议中选会变西厂。陈议员下台，陈议员下台。中选会主委陈英前到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报告，国民党不满提出的反空污公投被中选会判定有大量抄写伪造，还有10000多份是死亡连署，包围陈英前抗议。将近10000张，谁丢进去的？谁丢进去了？是不是中选会丢进去了？谁在乱搞公投？为什么17000张里面被认定为大量抄写伪造的36000张来自高雄的认定？因为他配合中选会的操作，处长会里面的录音带说中选会是机场，我们还不相信，但是现在这一次公布出来，原来西厂是配合这样的操作。陈英前则重申中选会立场，这个公投的程序是不容置疑，不管是赞成或反对者，那我们是本着中立的立场。因古拉斯尤达卡转当行政院发言人，而替补担任立委的蒋捷安首次质询就语出惊人，我把我的第一次给了您。谢谢委员的指教。政治中心哈嗨希尔报道。